今日，各位家姐，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咱拄只实在是看了咱台湾咧跳舞，也是真欢喜吼。咱看到讲，伫足侪足侪诶文化内底，拢会去牵涉到讲，咱诶国家未来前途。我看到拄只。当大家咧欣赏原住民吼高山族因咧舞蹈内底，但是伫外围，咱拢甲咱讲，即种诶舞是无水准。伫二十年前，我捌伫本论，就是布农族诶部落内底，甲因生活十年诶当中，我常常学因咧学习因诶语言，常常看到因咧唱歌跳舞是遐尼啊快乐。感觉讲，伫咱这个台湾有遮尼水，今仔日这课我是要来甲大家分享。咱台湾有足侪宝藏吼，啊，拢一项一项去用砍掉。尤其是高山族内底，伊用一个人伫家己，甲你讲，因个民族是非常的残暴，因为你拢会抬人头，不然吼开始去共抬。当我伫布农族的部落内底，甲因生活当中，我捌问过因一个老阿嬷，差不多八十几岁、九十岁拢有。我甲伊问讲：“阿公、阿嬷，听讲，吼、哦，因迄时我拢唔知影，拢阿叫番啊。”我讲：“恁较早番啊，敢拢会刣这个人头来食？”结果伊甲讲一句讲：“歹甲因。”我讲啊，干这个代志是事实也无。伊讲，你要不要吃看看？我砍一颗给你。好、哦，安尼你就知讲是有啊无？你都不爱食，是安怎？那我哪会？你哪会甲阮讲？阮拢会剁人头起来浸酒倒来食，根本无这个代志。伊还过伫家己迄个所在有一个姓吴的。一个庙，甲放到遐了后，有足济人拢去遐。每一届你若去迄个乐园来甲看了后，你就会知影讲，哦，这就是吴凤庙，就是讲，哦，较早伊真伟大，为着要改变这个高山族的生活，要改变因的思想，所以伊用一个人来代替，吼，遐个人拢总变作什么款？变作，哦，就是因的关系，所以因无去抬人头。那像咱来感激伊，伫咱台湾有发生足济足济代志，拢是你感觉想起来真不可思议的物件。是安怎？伫咱心的内底，一直拢无人有去存疑一个疑问，就是台湾敢是一个国家？伫倒开始，我真爱去介绍着这个民族。叫做爱尔兰，这个爱尔兰的国家，因伫古早是受到英国女王控制。每一届因予女王控制，这个时阵，因就开始，甲爱尔兰这个人拢总甲组织。因互相勉励物件是，当有一个人若来甲爱尔兰这个所在佚佗。伊就甲伊讲，阮遮逐项拢真好。你敢知影讲，真济人去爱尔兰佚佗了后，去问着当地人，甲伊问讲，请问英格兰要哪去？英国去到遐偌远？因当地居民马上会甲你回答：哎呦，迄个国家唔好啦，倒只算就好啊，唔好去遐。阮遮逐项拢真好。到阮遮消费，到阮遮创啥拢足好诶！爱尔兰是英国诶属地，当伊每一届甲伊灌输讲，你毋好去甲迄个英国，到遮就好啊。连不管传教嘛伫遮，伊讲阮遮诶人真有人情味，逐项拢真好。直到伊安尼一项一项，甲迄个人解释讲，哦，听你安尼讲，英国都毋好去哦，勇士，伫阮即个国家比迄个国家佫较水。你若看到当地嘛有真济迄个巴士，这个巴士内底有英国
般的经营的巴士，也有他们当地经营的巴士。他说你如果要去什么地方，他如果是五个，五个变，他就变成四个。爱尔兰这个经营方式都比英国经营的较俗，但是品质一定较好。是怎样他们这样？因为他们的故事里面，爱尔兰他们的人会团结。他们有一日就是知道我们没要做到努力，在他们的国歌，他们自己这个爱尔兰的歌里面，他们是一个真爱唱歌的民族。他们常常借着这个歌声，让我们这些爱尔兰的人民可以知道我们没要做努力，这个意识一直一天一天一直长大。你敢知爱尔兰团结性那个情况到什么程度？爱尔兰为着要争取这个独立，伊怎开始？你敢知几个少年人开始发起？22个少年人，伊讲，阮抱着这个爱尔兰的希望，我要将22个人，阮愿意去全爱尔兰岛安尼甲洗一遍，甲大家讲讲，咱有一个愿望。请咱大家都爱遵守，请咱大家爱真清楚的记哩，咱是爱尔兰人。在这种制度之下，因虽然受着真济国家的压制，真济国家的压迫，也毋过因真勇敢。22个少年人开始安尼去团。伫遮，咱要思考是虾米？咱今仔日毋是要讲哦，咱教咱安那做，因为爱尔兰这些人民有一个使命感，他们愿意将金钱财力发挥在什么地方？在他们精神上的教育。因为他知道尊公如果没有精神上让他们得到巴掌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会叮当的会加力这样而已。所以有很多爱尔兰的人看到咱台湾的形容，甚至伊佫来到咱台湾的观光佚佗的时阵，因伫日记内底写着一句话，我感觉毋知要哭还是要笑。伊甲因讲讲，台湾人哪像长线的咖喱？哦，这真严重嘞！长线的咖喱就是讲，咱自古早，吼、哦，古早讲是中国，哦，咱互中国的咖喱安尼线甲牵的，咱就安尼摇安尼摇。结果日本来哦，换日本甲咱掌控，安尼一直摇一直摇。日本了后呢，换日本政府同款，伊阁甲你安尼操作。啊，但是骨落尾，咱思考的方向是虾米？我看到侪侪台湾人，甲咱一直咧争取讲，咱这个线甲咱牵的这个物件爱加掉。但是伊无想讲加掉的时阵，这个咖喱昂啊怎啊拍伫涂骹袂叮当？用这句话来形容着咱台湾人，就是咧甲你起笑讲，恁台湾人真奇怪，若无一条线甲你牵咧，你根本袂叮当。恁单爱真爱人甲你操作，安尼你才会甘愿。无人去思考，咱敢着爱做咖喱？咱敢着爱做这个咖喱昂啊同款？随在人去人啊，随在人去，咱讲啥就啥，讲安怎就安怎，毋是。今仔日台湾民政府，今仔日要重点甲大家讲，咱今仔日爱学习着外国足济心态内底，因爱尔兰这个国家，相当因要起来进前，你若听到因的歌声，你会真感动。而且我先来介绍一首。叫做 Danny Boy， 唔知大家捌听过无？爱尔兰的民谣，伊这个歌词内底，伊写着讲，一个囡仔，伊甘愿为着伊这个国土，伊来离开这个爱尔兰本土，去甲英国做一件代志，就是甲抗议。伊咧抗议的当中，伊知讲我即阵若去抗议，凡世无转来，凡世无去，甚至去用。软禁，甚至去予带去创啥拢毋知影。也毋过伊讲，我真勇敢，要甲英国女王讲，
爱尔兰是我的所在，请你爱听受伊。因就准备过去，所以因歌词写着讲，因虽然离开每一天的早起拢总同款，但是伊徛伫英国看到爱尔兰伊迄边的国土的时阵，讲当我开始想起讲我的故乡伫倒位时阵，是伫迄边真远的所在。也毋过伊讲，我故乡永远藏伫我的心内底，我拢疼惜伊。伊将这个声音向英国政府甲伊讲。讲，你请你予阮爱尔兰有一个尊严，阮遮个人嘛是甲人共款，毋是你个家咧。所以这首歌每一届咧演唱的时阵，实在是予人真感动吼。伊拢会感受到讲，因个歌声是安那会当遮尔啊水，毋是因熬作曲作词，是因为因用生命这个感情甲伊藏伫内底，这个歌唱起来就无共款。咱来欣赏看卖这首歌。Oh, Danny boy, the pipes are calling from glen to glen and down the mountainside. The summer's gone and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.Tis you must go, and I must bide. But come ye back when summer's in meadow, or when the lawn is hushed and white with snow.出来哈，但是这首歌的背景，我甲各位介绍，伊就是一个叫做 Danny 的一个查甫囡啊，伊唔是一个，伊是一个团体。当这个查甫囡啊叫 Danny 的时阵，伊怎离开伊的国家？伊拢讲因爱尔兰是个国家，所以伊去到英国政府去到遐时阵，伊怎甲遐人讲讲，你爱互阮了解。每一个国家有伊的尊严，唔是讲我甲你扣济钱、扣少钱、税金咩甲你扣，拢总唔是遮个问题，是要安那甲恁照顾讲，咱的尊严
请伊爱顾，因为伫迄个时阵，因每一届因阿爸啊修行的时阵，英国政府拢甲伊规定，住伫恁爱尔兰这个所在，那英国籍的税金应减一半，敢会使安尼？袂使哩。等下我再来讲，咱台湾相当嘛发生过这种代志。所以因家爱尔兰人，因怎去去甲女王讲的时阵，一个女，这个叫做公爵哈，一个太太，王妃，伊是为爱尔兰过去的。伊怎甲伊，或者迄个爱尔兰的王妃听到了，伊怎开始替爱尔兰的人开始争取讲，好，我要替我的国家，唔通袂记哩，这个国家是我家己的，我要家己争取。所以伊去到迄个所在，伊开始向这个首相、总统、这个王宫的贵族内底开始一一甲因说明。结果，即个公爵内底解出一个问题，解讲讲，我看安尼好啊。你那一个王妃，请你会当骑着国王的马，然后开始去射迄个爱尔兰。甲西瓜大人，只要你甲西瓜所在，迄个所在我就无甲扣税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袂使穿衫，爱褪目体，徛伫马顶，安尼射一人，看你袂啊唔。这个爱尔兰的王妃马上甲伊答应讲，我袂。结果这个消息就传回去，某一日某一时。开始要去行，要去踅。咱敢知影咱发生过啥物代志？当伊开始踅落的时阵，爱尔兰规个城市、规个街路拢总无人，每一个人拢闭伫家己厝内底，即脚垫拢摇起来，开始伫遐祈祷。好，这个女王，这个王妃安尼开始拢无拄到人，安尼甲踅一轮。结果爱尔兰的议会完成，伊毋免用到战争，用到暴力，予英国这个政体甲因讲讲好，安尼恁爱尔兰会使哩成立一个议会，恁的议会甲英国这个国会是平等，恁会使家己自决自治，这阮同意，因是用安尼争取来，咱今仔是。看到咱的台湾内底，咱若要找到这种人，唔是无，实在是去予流氓政府教育讲，你唔好做高人，甲你讲你唔好插到政治，所以你一直想讲啊，这安尼唔好插，你的热情袂当发现出来，所以伊一天一天对咱遮，咱的人开始变作冷淡。相当我嘛听过足济日本，等于。开始看到中国的腐败，中国腐败伫倒位，因真清楚。这个萨卡摩多就是坂本龙马先生，伊有一日，伊个思想甲咱的台湾、甲东方人的教育同款，伊拢想讲，我要来做一个武术。这个武术就是要拍哦，亚都用拍死足济人，伊的武功非常厉害。为要下武术，要成做顶武术安尼。各位，咱较早若看到足侪影片，啥物人上敖？电影内底所扮的人，拢总是哦，这个武功会用跳去厝尾顶安尼走来走去，上厉害。大家拢足欣赏伊，所以大家拢开始去练这个武功。咱若看到武侠片迄种片，我实在是练看到头我都袂瘾甲看，因为因拢总无法律的坚固，因每一届若拍死人拢无要紧。甚至因安尼流浪，规间拢免洗身躯，规间拢免去创啥，行伫街仔路，啊，若看到迄个店啊，啊，就来迄酒干一罐啊，两碟小菜。我咧想讲奇怪，你拢免出去趁钱，大概钱拢为只裤袋安尼入拢有，迄是捡石头来赌吗？啊是安怎？因呾拢会使生活安尼过一个武侠的生活，伊这种片看看咧，伫台湾古早我囡仔的时阵，每一届那上。人咧讲个流氓，正月迄个十月初十迄天，拢总放即种电影咧，予大家看。大家看看，拢有一个感觉，我要做一个武士，哦，我要来做一个高人。
用这个宗族的主义抵在咱的头壳面顶的时阵，咱根本唔袂晓去思考咱是倒位的人。伫遮出事，结果唔是遮的人，敢有遮奇怪？所以日本当这个时阵，因开始明治维新了后，因的天皇甲因讲，版本龙马首相甲因讲，恁咱来训练咱的国民去外围去西方的国家，甲因学习，学习什么？唔是科技，中国思想，中国人相当嘛开始要改变的时阵，伊嘛派一群学生，讲恁爱去西方国家学习。中国学生去学习什么？讲我要学习上先进的科技。所以伊去到遐个所在，选择我要选择学习上好的科技。但是日本派去的留学生是学习到西方社会学。当伊开始学生甲学生坐做伙，拄啊去有迄个俾斯麦将军看到。俾斯麦将军看一个，甲伊个人讲，恁注意，这边是支那学生，这边是日本学生，恁有多一个国家后盖真不得了。侪侪人拢会讲，哦，这边学科技的可能较厉害。伊讲唔是，是这边日本。是安怎社会学伫咱这个心灵的教育内底，一直予咱无法度成长。你若无这个，咱每一个人若要讲，要哪治理台湾，要哪接政权，要哪开始管理，唔是讲我来学什么科技，要哪来改变，要哪来学习，真无法度，一定失败。我会记哩，伫我较早，我咧做兵的时阵，有一届机会去甲台电人员伫垦丁小度。因迄个所在就是咧配合因做这个核能发电，一个台电的博士，伊开始讲我是留学留美的双博士。伊讲咱伫内底，我今仔要研究的要贡献到台湾，伊真臭屁，真嚣掰，甲阮讲。伊讲我做一物件吼，这全世界轰动。我讲真诶，啥物物件？伊讲吼。我要做一个，我已经做好了这个目的哩吼，就是储存器。充电爱充偌久才会爆，你知影无？充一个月。啊，但是充一个月了后，这个电力是用足饱，用足久的，足久的。伊咧欢喜讲，哦，安尼这真好。但是伊咪要插落咱这电力充，伊讲我要来发，我即摆发明即个物件。我要收集什么？要收集这个细纳闪电。伊讲，我这里若提出来吼，唔知爱讲几个细纳，这才第一点。等伊真夸口讲，吼，这我做这届吼，用容纳几万伏特的电，那讲迄个闪电甲钳起来，哇，咱台湾食电免钱呢。伊讲，哇，这足伟大，讲对，足伟大。伊讲我绝对我都收集这个细纳闪电啊，所以让全台湾这啊盖吼，我会赚大钱。等伊做好，去甲架好，安尼实验落去。你知影讲几个细纳，迄个才顶起来，一个都顶袂顶。迄闪电砰，迄个先啊烧伊，连目睭也袂粘着，伊就烧伊啊。所以咱的科学家学真济科技。伊无法度配合大自然，实在讲诶，德国伊最近研究科技诶时阵，伊拢有一个瓶颈，伊感觉讲，咱诶科技是到底咧帮助人类，还是咧毁坏人类？答案就是咧毁坏，因为科技就是一直咧将大自然一直溃烂、甲融合无去，一直甲改变、一直甲改变、改变甲落尾，咱无法度生存，这就是人类诶悲哀。但是，相当日本因即派去的人去留学生了后，因改变日本社会。伊讲，咱今仔日学习的是人类的合作。我伫遮看到咱台湾人该学习的是啥物？咱爱去祝福别人。
咱若看到砖头主义，每一届自我囡仔开始到大汉，大概若咧甲人求婚的时阵，大人若看咧求婚的时阵，拢会讲到一句讲：你倒一砖诶？我讲啊，咱敢是拢平平啊，拢是这个乡镇啊，哪个倒一砖？讲无，恁迄砖甲阮这砖无来往。我讲哪有这奇怪？是安怎？唔知祖先交代，拢用安尼交代。祖先交代，咱这砖甲迄砖无来往，甚至咱嘛捌拄过奇怪。咱是安那甲啥物姓姓啥，甲啥物姓啥袂使结婚？伊讲唔知祖先交代。因为可能祖先甲祖先两个有真大的冤仇，真大的迄、那个，所以恁两个袂使做伙。俺佫甲想到转来，好，祖先交代讲，咱即庄甲即庄袂使做伙以外，佮咱家己庄啊内底，佮咱只庄内底佮分甚物伙？阮即房甲恁即房嘛袂使做伙。哦，阮即房吼，阮即房就是安怎安怎。甚至敢若看到伊妈妈咧埋葬的时阵，规个兄弟姊妹，我看一个是真爱笑。伊妈妈就将迄个大体、迄个遗体放在遐时阵，迄一个头壳歪这边，一个头壳歪那边，一个刷这边。伊讲伊的妈妈若面向这边，就是较照顾这边的；若向这边，就较照顾这边的。啊，两个兄弟啊，伫遐踮咧边迄边，踮咧边迄边。甚至要抬落时阵，我去甲送葬的时阵，迄看到迄个棺木都爱囥甲对，连敲一撮怪这边都袂使哩。我甲伊问讲，请问做你妈妈是来足辛苦的，出事甲你照顾，甲即死都搁甲你保庇，啊你敢袂当互伊安息一下？吼、哦，已经。刷了世间的劳苦，应该你都爱互伊休困啊，唔好阁硬伊甲你保庇，因为爱互伊休困，互伊安休啊，唔好阁为着恁两个啊，特别到处顾搭一个，这就是咱台湾人互中国教育内底无阿多心的满足，所以咱会知影讲，看起来普遍所有的人拢总唔知伫台湾发生过虾米代志，每一届。咱若去讲讲民政府，伊拢甲你讲，你这个民政府无气势，迄、那个号、迄、那个名，你甲看人个台湾国哦，国较大呢。啊，你这民政府吼、哦，加迄个民兵民政府，迄级数就甲人无共款。伊唔知影讲，咱人类伫啥物时阵才是上惊吓，就是无知识。什么时阵上界袂惊，嘛是无知识。你无知识的时阵，你唔知惊。但是你若有知识了，你愈了解愈了解的时阵，你感觉愈哈、哦。一个病因，你若无了解，你会感觉讲哇，这较早若看到月娘要无去，大家规砖头拢知讲啊，这天灾地变得要死啊。啊，毋过这是自然现象。咱今仔要知影的是讲。在台湾有很多很好传统，我们都去砍掉，所以我在看到最近很多少年人，这个政府流氓政府开始创造很多少年人的舞台，你有时候真足够坐在想看你的主题，这种舞台你敢要让参与，你让参与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效果？我若看到我厝边隔壁每一个高中生、大学生开始，头毛去甲变到真奇怪，唱歌嘛无成唱歌，然后开始讲，我讲啊，你安尼要参加啥物物件？伊讲我要去参加迄、那个一个做星光大道，伊讲伊要去报名。啊，我甲讲啊，你敢会晓唱歌？伊讲哦，我做高唱的。但是一届伫电视安尼出来了，我讲真乃得奖，我嘛感觉足奇怪。即全世界伊唱到迄种迄破声乞食喉吼，啊，这种会得奖，啊，佫会得冠军，啥嘛足奇怪。甚至伊写的歌词内底内容，你若斟酌一句一句去甲了解，你会讲奇怪。你全世界你的人生内底，干那一个物件，就是甲你的女朋友两个做伙一直甲老，安尼嘛佫袂歹哦。
规个世界计划，全伊一生内底拢总计划着讲，两个要安怎来揽互做伙，啊揽做伙阁要安怎互揽阁较活，啊然后在考虑到底有安全感啊无？所以当有一日，伊带个女朋友，两个冤家，啊对啊冤到真不可分离的时阵。因女朋友提出讲，伊这个男朋友，阮隔壁迄个囡仔，伊甲讲，是安怎你那要甲伊分手？啊，两个对阿咧冤家，女朋友女方就开始讲，因为我甲伊做伙吼，真无安全感。吼、哦，当来啊，伊甲问讲，啊，这要安怎？我讲，若无安全感，安尼就安全帽买一顶，戴咧就足安全的啊，你哪摆安尼做？真正。伊讲吼，那安尼就较好解决。但是各位，敢是迄顶安全帽戴咧就解决啦？若无安全感，你一顶安全帽来戴，毋是安尼。因为因两个人，我有当下想着因的一生内底，拢去计划啥，拢无咧计划讲要安怎读册，要安怎生活，要安怎趁钱，要安怎来做着咱国家人民该尽的义务是啥物？伊拢无咧思考遮。查甫囡仔开始就讲啊，我若甲我女朋友逐工做伙，安尼就好。我讲你来当保持安尼，我嘛甲你恭喜。问题是今仔日甲这个明仔载甲迄个明后日佫甲迄个，啊到底你是倒一个？伊讲就看介意。所以因即马少年人的思想内底，拢讲一句：会下就做伙，啊未下就来离开。我讲啊，若有一日你的查甫囡仔安尼，你敢袂？伊讲我拢袂生着查某。哎呀，是还是？敢会当安尼去讲，袂使哩，无遮拄好。这就是人的自私的行为。今仔日，我要甲各位讲，咱台湾人欠缺，伫心灵上，你若要得到满足，得到真好的享受，伫你的心内底，你要看得真心色。心色毋是迄个气，毋是讲迄个精彩吼。心色伫汉字，伊叫做心内色合。咱拢甲扭曲变作讲，哦，这就是，哦，咧，这个人做人真心色，唔是讲这个人做人真笑亏哦，是心内色合。讲你嘅心灵，若要得到真色合，我发觉着讲，古早日本来甲咱台湾甲咱教育嘅时阵，日本老师拢会甲你讲，你爱去帮衬你嘅人，隔壁嘅人。所以每一次我看到我阿公那个年代，大家是家家户户，那时间那拜六下昼开始，大家家具拢甲搬出来开始扫。当然你一个人搬会真忝，啊，不过我感觉看厝边隔壁，大家拢互相斗三工的时阵，一时啊就不做好啊，大家拢斗搬斗移，甚至枕头内底有人分送喜事，大家拢真主动，将家己厝内桌椅啊拢拿去较大厅遐集合。这就是精神上，让咱得到满足。敢是迄只猪公抬了，大家有通分偌济？唔是安尼，是大家知影讲，咱今日做这个工课，是让你甲我拢得到利益。咱就是未去思考你甲我利益，免咱来平等。干那想讲，我若摕较济就好啊。所以。在这个所在，我来介绍一首真正咱台湾捌去演唱。迄最近，咱拄仔看到楼卡高山族因咧跳舞，相信你会真感动。讲咱先啊有遮好的水准，遮好的物件，拢总去甲砍砍咧，啊，互安尼一个人用爱安尼对得奖。迄唱歌实在是。我就是讲，迄毋知是安怎，喙齿咧疼是安怎，拢当作讲奇怪，安尼来唱着，卖着奖吼，安尼就来，我早就做歌星啦，等到即阵。所以，伫咱台湾，伫心灵内底，咱也真清楚，咱所谓爱是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去疼你隔壁的人。咱若大家互相这三疼。我相信咱这个社区，咱这个国家是非常真好。在美国，我发生过一个代志，一个枕头内底闹一个贼啦，抓到，因安那来改变这个贼的生命，
那伫咱遮流亡政府，伊是甲你讲，大家都甲待者，袂使甲伊做伙，莫甲伊做伙，甲赶赶出去。也毋过伫美国，因迄个真理徛国的社会，当这个查拉去用发现讲你拢咧偷摕厝边隔壁的时阵，厝边隔壁明仔载，这个查拉伊拍开门的迄天，伊看到伊的门口。有人送伊饼，有人送伊青菜，有人送伊做做伊欠亏物件。意思就是甲伊讲讲，你唔免对阮只偷摕，你要爱阮只拢会当互你。所以这个查拉有改变无？有，伊改变，伊已经改变，我拢袂去共偷摕。我相信咱若有迄种环境，你敢要去共偷摕？你敢要去共抢？我相信你嘛无爱，因为人都摕来互我，我哪得过去抢？这就是咱社会改变的时阵，咱要砥砺咱的政权，这是咱大的方向。所以，伫文化内底，咱嘛爱知影，台湾有足水足水，会当互你足感动的物件。包括等下咱要听这首歌，这囡仔因伫平常时是拢总有一顿无一顿，但是当伊咧唱歌的时阵，何等的快乐！迄、那个所在是就是我的故乡，伫南投信义乡，无真远。咱若有一日，你若来到东中部的时阵，你甲问讲信义乡要哪行，遐敢一条路，你直直甲开入去，你就会到因迄个所在。因拢会甲你拍招呼，你若开入迄个部落内底，伊拢会甲你纵横纵横，就甲你发一句：“哦，咪多咪桑，安尼啦。”吼、哦、啊，唔捌你，伊嘛安尼甲你话，句个意思我听几啊年才知影。伊个意思就是讲，你爱好好活咧，好好活咧，安尼意思。咪多咪上，咱来看是听这首，因个囡仔说地利国小演唱的歌曲。听爸爸的吗？听爸爸的骂，无声打听爸爸的骂。高呼啦沙，高呼啦沙，无声打高呼啦。听爸爸的骂，听爸爸的骂，无声打听爸爸的骂。高呼啦沙，高呼啦沙，无声打高呼啦。
掌声鼓励。对，哇，这个歌声哈，这囡仔目前拢要得嘞。目前你若要去吹，因拢你只要入去因的地理国小，你甲讲，因有唱一首拍手歌，阿姨就这囡仔拢会出来甲你见面，因拢会甲你讲，哦，来阮家拢袂忧郁症，确实是有影。迄若精神真无好，心情真郁卒的时阵，你敢甲因生活一天，你就发觉讲，因的包装内底是非常的好。咱听到因的歌声，你知因拢总唱几部，拢总有八部。这个八部和声是全世界唯一，敢若台湾有尔，敢若独全世界你去甲吹，敢若台湾这个所在有八部声音。伊拄开始我咧听伊唱时阵，伊讲你目睭卖看，你听阮唱了，你要阮拢总几个人咧唱，我甲要五十个，结果开开带八个尔。你看迄个歌声是遐尼啊水，咱希望有一日咱接到捐款的时阵，咱心灵会当得到真好的规划甲教育。咱若听伊唱歌，我相信咱会知影讲，咱免啊疼惜咱的台湾。免啊，予台湾搁较好，就是爱认同，甲台湾这个生命会当连结做伙，咱就会当得到真好的规划甲帮助。咱今仔上课到这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咱直接安尼，咱下课了哈。好，谢谢。